我小时候就看陈浩峰唱歌的了。他的才华他的才能是深不见底。我觉得孔乙家很有能力去接受不同的挑战的。这个一琴一声这么震撼和这么大胆，已经在北京试过一次半个钟头的。人生多姿多彩，年轻坦率可爱，求突破冲着爱，时代会因你多变改。哪个是高手？他高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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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高